你要小可改变一下，可能这世间拢有足侪代志会较好安尼啦吼。咱拢固执伫咱过去咱一人伊所读个物件，啊，这物件实际上我感觉袂歹吼。理性上会起做，我感觉金乐教个牧师也是一般浸信个牧师，为你讲个牧师，我感觉拢足有够。总是咱实在爱足认真吼，去憔悴啦吼。我常想这个物件，我拢感觉金乐教个牧师足优秀，你敢有感觉？对吼，而且咱做工做事人，拢遮无优秀个人做啥呀？讲个无好，叫做神主听到可能是阿妹。哎，真是吼，我感觉咱拢足优秀，啊，拢足肯做，啊，足拍拼做，啊嘛足认真讲道。我定看咱个牧师讲道，拢是一张纸有字写甲无字。真是我有一间，我听到林宗盛牧师伫讲道有无吼？我发现写五六张啦，啊，我一字写，一字写，一字念，你知？啊！另外，我甲钟景讲，钟景，你也在认真写。伊讲，哎，忠于自己所讲的东西，要做历史记录，对吼。哎，另外，我听伊讲到，就是一个个别礼拜。迄个别礼拜刷了，迄商家甲我问啦，因为有一挂回友是伫阮天桥嘛，迄个家长死去，啊，一挂回友后家，伊当然是后家，啊，一挂回友是伫天桥，啊，遐天桥回友甲我问讲，牧师，伊伫讲啥？林牧师，你讲啥啦？我讲伊，你听无？伊讲，伊讲我听无，念啥我听拢无啊？那就回想你念经啊！了啊，我才发现讲，足认真啦吼，啊，总是讲的物件，甲兄弟姊妹需要呐，有足大的差距，有很大的差。我感觉伊的持守是对，啊，人心中心，总是咱忽然间去发现一个物件，咱甲兄弟姊妹有一个距离。所以我真唔忙，有在即两三天的中间哦，可能有起码我的经验啦吼。啊，这是啊，真主观的物件，啊，你甲当作笑话也无要紧啦吼。啊，你等下要试看嘛，也无要紧啦吼。真唔忙，这物件小可帮助你的误会啦吼。等我毕业了后，我就是人伊可能，阮迄班我念无你听啦吼。伊是上课堂的，毋是上后讲话啦。我那番想要讲的是叫做蔡友传，你知影哈？第二高讲的哈，啊是迄个柯天贤呐，你知哈？第三高讲的哈是纪文忠，你知哈？哎，我那班拢足奇怪，拢怪人一堆啦哈。我那班就拢哈，对不哈？啊，我那老大叫做，你敢知啥物人？我那班的老大叫做阿当，当归，你知哈？哎，足趣味啦哈，啊，那当丛林啦哈，哎，啊伊是。伊是表演家啦，伊只吼，伊都真细汉，都咱像迄个过动儿安尼吼，吼，你若看到伊，佮即马六十几岁嘛是过动儿啦，对吼，嘿，伊有法度讲起英文咯，我就听拢无了，伊就含美国人讲甲，我感觉伊只讲啥我听无，美国人听有，啊，只安有厉害无？伊讲 ，You know, oh no, no， 我讲你到底讲啥？阮当时咧教阮迄个系统性那个人叫做 Gills， 伊一个迄个水树人嘛吼，啊来台湾做迄个宣教师。哦，一天阮伫因兜食早顿，拜三伫因兜食早顿嘛吼。啊，忽然间要啉咖啡，啊 Gills 然后叫阿当祈祷，用英语祈祷，伊拄啊摕一块牛啊，阿当都摕咖啡要啉嘛吼。啊 Gills 讲叫伊祈祷，伊摕只牛啊讲牛啊牛啊啊牛啊。你这牛啊嘛，我讲，你这牛啊，牛啊，我讲牛啊 ，Father in heaven， 讲未出来啊！安尼你甲看，你看伊有厉害无？伊法度读英文的参考册，佮写论文哦，你说有厉害无？然后佮一读全班第一名毕业的，我这听佮讲，迄是骗来的，你知吼？嗯，然后吼，我感觉，人生吼，伫迄个突破点啦吼，就是要一挂朋友啦吼，一挂朋友，伫新人也是吼，实想遐真侪人伫生活中间，互相的品质无同款，啊，心态无同款，啊，像讲我捌犯一个足大的错误，今仔日我搁咧认罪啦，真正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嘿，我哪会犯迄较大的错误呢？洪酸甲我教，你们知洪酸你知影吼？他讲吼，咱若去讲道，无信息就讲无信息，唔好硬要讲，安尼对无？安尼咁对？
安尼就终于，伊讲吼，先知徛去讲台顶，那无信心就爱甲回应讲，我这礼拜无信心。啊，一开论坛我主持，你拜三祈祷会啦吼，我靠那祈祷，靠那准备都无信心啦吼，啊，所以遐暗去祈祷会时啊吼，我唱了我讲先知无信心。哦，足多人要安唱出来啦。啊，我感觉有一些感觉到真的是安尼啊，心内较即马个想到一些代志，心内足艰苦，真的很难过了。啊，即款的生活过程中间哦，我感觉我们真的有很多的限制，限制在这个里面的建造。你讲我感觉，你讲看我写的论文到今仔日吼，迄论文对我要创啥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我写的论文我来帮你听吼，真简单啦吼。哦，迄名你嘛唔知影，我讲迄名你就感觉足好笑。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，你敢办？唔办嘛哈！提定名只鸟啊，降到现一个朝代叫做商朝，啊嘛，啊你讲哈，啊你讲啥？道成肉身，对吼？啊，迄一年呢，你看啊，你有厉害不？要骗就是安尼骗的嘛，论文要写好第一名就是安尼写嘛，无人写过嘛，对吼？啊，所以迄年呢，迄年哦，你讲，哎，老师吼，听个学生是听个即型的啦，第四人伊就是我。那听你就听，甲听你到底。迄个时阵，我毋是秀雄的老学生，你知？我是献地的学生，安尼啦。啊，总是我对伊拢足好诶，教时我拢会上规矩。我读西洋伊是安尼读出来啦吼，都啥物人我拢上啊。你好，现在都都知影吴正群听到爱啉茶，我就上啥？上茶啊！有一人爱食酒，我就上啥？食酒。啊，一人啊。兄弟，你知爱食啥无？你嘛唔知嘛吼？啊？伊爱食茶，我就送啥，当顶嘛。你知吼？爱食好茶嘛吼？啊，伊知影？朱金师傅说爱啥，你敢知影？你唔知影嘛？伊爱拍球啊，对无吼？我就捌送伊六角多啊。嗯，你知吼？哎，钱爱开，你知吼？一头会好嘛？这点恁拢无学啦，我讲我这点我学了袂歹，那我精神能力都袂歹。啊，这毕业一年哦，我发生一个问题。就是为着论，为着迄一年毕业要第一名是啥物人开，中昼十二点开到暗时十二点，安尼有离谱无？我即摆想起来，我迄第一名应该给别人，我无爱啊，你知吼？现在老同学听个学生啦吼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到尾吼，天天第一名，啊，我论文第一名，安尼吼，啊，过来，我去得一个奖，叫做五组以上的金，你敢捌听过这奖学金？当时也通奖学金吼。才两万块啊，有大无？有足大个奖学金啦吼，就是为着迄个奖学金开中昼甲暗时安尼啦。啊，我个论文是 A plus， 天天个论文是 A pl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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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plus。哎呀，我想讲哇，我了后我都一直想讲，这毋是我人生要爱个物件，因为行过了好无？才发现讲我错了，我爱这要送啥嘛？干啥呢？我要这个东西，我根本没有得到神的奖赏。总是我发现一个物件，就是人有一个足好的代志，是我伫理性上的批判我有。总是食物件，我失落，叫做生命的建造没有。个另外一个问题，我有看见，就是理性人的是甲你教的物件，就是你去传统教会开始误会，人安怎误会你安那，就是安尼误会。干啥呢？所以咱咧做嘅工作，你注意吼，咱咧送啥，咱规个礼拜咧送啥。讲道，过来探访。啊，伊话你创啥？查经，我来啊，安尼好的。伊话那个就创啥物？开会，啊，过来。啊？哦，准备讲道片，好的。那差不多是准备讲道片，啊，过来探访，啊，开会，对无吼？啊，祖先，你差不多是爱去听足会友啦，即过去迄个牧师安那伫听会友，你就是安尼去听，敢毋是？啊，你伫听伊方法呐，无符伊个意思，啊，你就可能爱走啊，安那爱走啊，你知吼？就是你听伊方法，甲伊要受听的方法无同款，还是你个观念甲顶多接受的观念无同款的是，你需要离开啊，即个教会嘛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我伫想一个物件，就是他们在讲咱个教会。以咱的传统的教会，要跳出
咱的传统是足大的困难，一定爱老会加医生。那这些是一个经验啦吼，这些经验。我实在足感谢上帝吼，我伫新人伊个时啊吼，较早的那我无袂记得，我的实习主任是迄、那个，你派我去啊教会实习的是主牧师啦，阮早期，就早期。你知我派去对无？环路，你敢知环路伫对？东河，你知影嘛吼？阿伯就是妈庙，你知吼？妈庙你敢知影？无进教会啊吼！我第一次去环路的时吼，跟他一个会友，去妈去东河跟他三个会友，啊去妈庙有四五个。我捌甲主牧师讲，主牧师你若甲派只细派只细间个教会，敢会使互我有机会较大间个？伊甲讲啥？你敢知影？伊甲讲了，我有足大安慰啦吼！上帝是创造宇宙万面的上帝，为无创造有。现凭你有遮大个创造力，你去为无会当安那，当变成有嘛吼？我讲，主牧师讲，我足疼你，正派你去去管你教会呢。我若无疼你，我派你去太平境。无疼我，派我去太平境啦。我你知吼？我讲啊，这都无疼我，人经常派太平境啊，啊，我乃派去迄、那个妈庙，对无吼？啊，伊刚才甲我讲吼，伊想疼我安尼啦，我定送伊物件，想疼我，所以派伊遐啦。啊！听我甲问讲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伊讲很平，你来读个毕业吼，你我想你袂做牧师啦。伊讲无想讲我会做牧师啦。伊讲我会去做生理啦，你知吼？啊！你好，我感觉有一个心态个想法，就是讲，我若既然要行这条路吼，我一定爱做努力，因为我伫做生理，生理人吼一定爱突破。啊！所以我毕业个时吼，我派去倒呢，我是当初就下下签。我派去将军，我命有一个足坎坷啦，你知影？啊，总是呢，等我要去上任的时啊吼，改派去马京啦吼，我伫马京六当。我感觉上大的改变，我伫马京的时阵，有一样改变我，有一个真大的想法。一个第一个就是啊，陈主任牧师，伊是牧师，安怎认为这样事？总是改来甲我讲一个问题。哎，讲很平，你拢在创啥？你这朋友拢在创啥？伊讲问着我讲伊呢，你有伫传耶稣无？哦，我当讲伊啦。伊讲啊，你来遮三四当，敢有带人信耶稣？有。伊讲，我讲无咧。伊讲安尼吼，好，无要紧，我今先来受罪，明仔载带你来传安尼啦。啊，伊就开始甲伊带因太太甲带囡仔去嘛吼。啊，无停无停，就转去楼顶。换马公教会说无迄条甘蔗纪念馆嘛吼，伊就去换游泳裤，你知吼？啊，伊牧师呢嘛换游泳衫，伊两个囝嘛拢换游泳裤，啊，就为马公教会要行到海边，你知吼？啊，几多人拢伫遐拍扑克，伊哩吼，像那马公伫配合我马经，唔怕有人穿游泳裤伫街头行，遐毋是夏威夷，你知？伊还冻在夏威夷啦，我当初伫遐拍扑克呢啦，我讲我就要台湾夏威夷华呢啦，啊，因四个人行拢未歹势哦，伊嘛真特殊的家庭啦吼，啊，真正穿游泳裤安尼开始行，总是见证讲，我一个足感动的代志就讲很平安，咱明仔载啊吼，起来啊你我带你祈祷，然后我带你来本福音传单。讲你袂晓传，你只有一本嘛。我有感动无？哦，伊甲伊个牧师娘陪我去本福音传单，我奉献因两个感慨，对不对？这是个一个思考问题。个另外一个，我感觉更加华大震撼，一个问题是啥？黄圣松牧师带一个伊人的团队，甲讲伊要来报道。我听一个讲，我这囡仔新人囡仔来哦，就是要佚佗嘛，你知吼？我就跟他说，没有关系，你们来的时候我会去接你们。啊，你们要排在哪里？要到哪里去吃饭？到哪里去观光游览？我都会给你可以排。伊讲无啊，我去就是要报道安尼啦。我讲啊，安尼集团可能较用心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因为台北坐火车来到高雄，为高雄坐船去甲朋友，我去朋友的马码头甲接。等我去码头接的时候。遐人，遐个所有人拢落来。遐黄圣忠足好笑个，伊人还袂做牧师嘞。忽然间喊立正，加油干起！我讲哎呦，这团的笑哎。伊讲忽然间跪下，啊，大家拢跪了。祷告，哇啦哇下来下啦！我当徛在边啊，我都袂要创啥，你知？因为唔知要创啥，就戆去啦。安尼跪落吼，45分无爬起来。
就是想迫切的为坟墓祷告。我一直感觉很无奈的啦，